在陪老妈，她感冒，有点咳嗽，所以打针，要滴两瓶药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欢迎收看这期的视频。今天是我们这边的节日子，然后老妈她说不舒服，陪她出来打针，我忘记带身份证了，先回家去拿一下。本来说要去那个营业厅去补一张电话卡。现在老妈在低调瓶没有这么快，所以就这个时间回去拿一下那个身份证件。今天出太阳，广东的天气挺热的，开着小毛驴。刚刚大老妈回到家，这里有点弯曲曲的，我就没有开上去了。现在我再把这电车开上去。哎呦，好大的太阳哦！大哥坐在那里玩，等一下叫他回来给他理发。他昨晚上没冲凉。亮子，我今天摸摸，有讲出来发没啊？现在大哥拿凳子，我们现在过去理头发，就去叔叔家门前那里就敞亮一点。他现在拿凳子过去哦。还是不专心，火辣辣的太阳，这个飞机充满电了。现在正式的开始给大哥理发，刚好坐在这里是吃的甘蔗皮没少，等一下给大哥理完发的话就把这里清扫干净。我只吃了一点点啊，剩下的甘蔗不是我吃的哈。剪短短去，头发已经理好了，头上好脏啊，然后我就尽量拿这个飞剪把这里剃掉，因为它很少洗头的，所以看了有点嫩嫩的，鬼电话叫你邋里邋遢的，所以把这里很厚的这一层轻轻的用这种推刀把往上面推去剃掉，剃干净一点。饭的我都吃不下了，看见这样子，是吧？大哥不想说话的表情。大哥的后面就没有那么多那个脏的东西，就前面这里已经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现在催他回去洗头。大哥跑去照镜子去了，看一下还满不满意。他的妈，真是更衣裳冲凉，洗台，我早干床的盖，你也洗。你来打扰。你乱讲话就打吧。问大哥，我都问，快都头年都。你干嘛？给他比个，说八个奶台看。转吗？打。都端着，还端着去放。抬个。我看个。我才刚就问打吗？还想吃饭吗？真是冲凉的凉来。我太矮哦，我现在回去拿扫把来扫一下这地上面这里，等一下崔大哥冲凉洗头，被人真的臭烘烘的，把这里扫一下。不听话就棍子伺候，快点吧，还那个消，我出两斤方，我的是翻。嘿，你给我讲啊，没翻是你丢到我啊。在顶嘴哦，嘴硬哦，看样子是鞭子没有伺候到位。现在盯着大哥，给他洗头。啊，棍子拿着的状态，还笑，拿洗发水给大哥。这卫生间好小啊。这个都没有了哦，这个是洗发水。来，罗秀来，罗秀来啊，来，我搞那个接地子本，修长神，来摸那个台啊，你看摸，另外一家修要回一楼啊，
哎，老喜欢尿哈子，给它毛干尿着。然后好滴滴之水不能冲洗它，冲油泡泡着的。嗯的，走。老喜欢尿啊，所以尿用个尿的啊。哦，那个的，嗯。这样我哎呀，都是没洗澡了。可以了吧？不好了，不错。敏感了，敏感同学了哟，把眼睛闭上。敏感，再抬油，再摸哈子，老喜欢咬着，嗯，往前滑，还没给抢回啊，老喜欢咬哈子。拿毛巾给大姑擦头，检查一下，好像还没洗干净。这里还有泡泡，这里，来，我帮你洗吧。真的是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这里，奶奶，我的老公，我已经给大哥洗好头了，他现在是哭笑不得。嗯，一会再把胡子刮一下，耳朵也洗一下。爸爸呢？哎呀，搞得我两妈妈还抢我在。我掉了，那个硬去摸，那个硬去摸，硬还是打嘛？硬讲啊，那很多那些心多，谁孩子？该改。那讲嘴巴就不打，那讲啊。他们老头你。大哥哥们，耶！那检查一下，头已经洗得好干净了。该要求多多老婆了，你嘛。老婆了。让大哥把耳朵给掏了一下。现在要冲凉了。拿棍子在客厅这里。守的大哥，现在老妈也睡午觉了，睡醒了还在上楼。啊，烤的太好。你刚打完啦？还给妈妈做饭不能吃啊？啷个讲啊？啷个讲啊？家阵家父家家听到热来个听到放我啊？听到在。嘿，我家家滚家滚木给硬打死，叫木通定在啊？这些饭量也冇炒菜，你又炒哪个？今天时间冇试试吗？我刚把地扫完，然后叫大哥拿这垃圾桶去放。冇会开始厨房放啊，放了热来呀，个藤膏啊。嘿，开始个热来个放，放完就试试饭，听到冇？我早两点安静热冲凉水台，你冇，我都有点中意咯。好，老老婆我了。没就黑，你自己敢不搞？你自己听啊，老老婆。你开始看你海来做吗？你没行路拐脚吗？没人讲你海错呢。嘿，没钱买海个，不开干都拖海个，没做好多。没浪脏。是我妈砍的甘蔗放在这里。去看一下大哥。看样子刚还没有打他，他现在不服气了，还在那里顶嘴，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的。把这个打火机放一下，再拿去烧东西了。亮子，这亮子呀，你看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大哥变帅了。你想做啥？想睡班就睡班，莫脏干嘛？妈，当过来吗？我去见了嘛，你讲太好玩了，我不去啊。莫睡呀，妈开始变香风了哇。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哎呀，上楼去洗一会，太热了。